长江之水始于昆仑，终于东宁。沿岸山川毓秀，天灵之气肆意弥散。万物得江水滋养，化为妖灵者数不可计。你这是馋火锅呢，还是馋？馋火锅，更馋你。哎，可惜了这豆腐了。你的豆腐非吃不可。美人何荡漾，江上风月长，红汤别过往，白汤断思量，待妾消瘦尽，鸳鸯共朝阳。美人好诗啊。英雄还想吃点什么？你想吃什么我就吃什么。我要你的心，你的脑，你也愿意吗？愿意，当然愿意。想跑，梁晨，快点啊！前面就是渡口了，快啊！慢点，小心啊！慢点。船长，哎，我们去公滩。公滩离地方有点远，得要些食。
您给一两银子就行。不抢劫啊，哪用得着这么贵？客官，您初来乍到，进来这江上不能大着门，行船危险。来，小帅。碰见了啊！哎，谢谢真是五更巅峰吹急雨，大海翻江洗残书，这什么时候？嘴里还在念诗。美人五若月花雪，世人有眼应为尽。小生随缘，幸得小姐相救，万分感谢。尚不知小姐芳名。小女子姓江，名小鱼。江中鱼响鼎，天空鸟飞林。江中小鱼，却也妙哉。不是江中小鱼，是虞姬的虞。霸王别姬，那虞美人也堪当绝世。小生失礼了。吃点东西吧，不然饿死在我这坊上，我岂不是白救你了？救命之恩定当图报。江小姐，你先请。
江小姐，你没事吧？隋公子无动于衷啊，不如让小女子来喂你吧。使不得，使不得。江小姐，你的裙子坏了。我看你，你就是嫌弃我为你做的火锅，所以才推三阻四的。小生绝无此意，江小姐，你别误会了。那就还请随公子趁热吃吧。江小姐，我自己来吧。小生真的不是故意的。人间定无可依，怎换得玉府如此？随公子满腹经纶，出口成诗啊！要不听听我这两句？恭听小姐珠玑。美人何荡漾，江上风月长。红汤别过往，白汤断思量。待妾相受尽，鸳鸯共。红汤别过往，白汤断思量。妙哉，好诗。抱歉啊，小生忍不住喝彩，打断了小姐雅兴。隋公子可是都江堰人士，此行是要去往何处？这个江小姐也能看出来啊。小生此行乃是要去往公滩处理一些家事。我来帮你吧。哦，谢谢江小姐，我自己来吧。谢谢。公子留着吧。那等我洗干净之后再还给小姐。嗯。啊，趁热吃吧，要不然煮老了就不好吃了。啊，你只许吃红汤。哦。江小姐，你不吃啊？吃，一起吃。你慢点。东风夜放花千树，更吹落，心如雨。那灯火阑珊处，便是公子要去的公滩镇。这画舫不便在此多做停留，小鱼只能在此送别公子了。那这手帕我定然会找机会再还给焦小姐的。没关系，公子留着做个念想也挺好的。
文一位，现价100文一位。百年老锅底，哪儿都有你，边去。哎，我们四个人，300万行不行？不行，少一个反正不行。这算什么大酬宾啊？哼！要吃的，您里边请；不吃的，都散了，散散了，下去。我不饿。我真的不饿，而且我身无分文啊。我劝你乖乖坐好，邪气已经侵入了你的五脏，若不拔除的话，恐怕活不了多久了。这么可爱，死了多可惜。我觉得我现在就有心门之忧了，你快放开我。小帅哥，你最近可有去到什么奇奇怪怪的地方？有，就是来这家黑店。黑店？那我就让你见识一下黑店的手段。你干什么？此地民风竟如此彪悍，这还有王法吗？我不加倍。再加。我真的不加倍，不加倍。怕我给你下毒啊？不吃完别想跑，我这可是救你啊，别不识趣啊。大姐，我真的不饿。管谁叫大姐呢？长得有鼻子有眼，怎么不会说话？我青春美少女。大还大姐。大姐姐。这还长。没事儿，在我这儿呢，没人敢吃霸王餐。你呢，可以在这打工，或者下回来了再付，都行。谁还要再来你这家黑店啊？来，快点啊！哎，客官，你要点什么？稍等啊。你这是给我施的什么邪术啊？别以惊诧。身上的妖邪之气正在被我这纯阳九宫格化掉。哎，我再问你一遍啊，最近都遇到什么事儿了？我就落入了江中，被一个画舫上的江小姐所救。画舫江小姐，然后呢？然后她请我吃了一顿鸳鸯火锅。施了术却没杀人，事出反常必有妖。吃一顿火锅就要被杀，你这果然是黑点。江小姐她是不是穿了一身红衣？鸳鸯火锅测分阴阳，那是那随便吃的吗？不过呢，算你好运啊，遇上我公摊一枝花。只要你再来我这吃几次这个纯阳九宫格啊，学习必然能全数拔除。Oh.
了？我在楼上闷得慌，下来看看。哎，行吧，行行行，奶奶知道。不要命的狗崽子！嗯，狗？那哪来的狗啊？为什么要放他下船？我能感受到吃了他的心和脑，能助我元气大增。川主，他是个好人，不是坏人。这世界上外表谦谦有礼的穷凶极恶之徒，数不胜数。你怎么能保证他就是好人？你跟我约定过，选谁由我决定。我并无他意，我月藻弥和元神接管乌江，你也能早一天离开。有人上船了。喂，哎，你家少爷呢？你少管闲事。是啊，还有半日就到共滩镇了，你收拾收拾吧。哎，船家啊，我听说这江上有个风流之地，上面有美人伺候着吃美食。传说嘛，是有这么一说，但是我这没去过。嘿，快带我去找找。那个，我还得回家陪我婆娘了。嗯，没时间。找到了，再给你二两。哎，对，那好了啊。哎，走了。舅舅，好。杨哥哥，静儿，你来的正好，舅舅想你了。哎，就你一个人啊？我半路上遇上了风浪，掉进了乌江，与粮柴走散了。那杨哥哥是游过来的呀？我在江上被一个小姐所救。咦，杨哥哥怕是爱上那位小姐姐了吧？你个小鬼，怎么那么多小心思？你表哥可是有婚约的人。时候不早了，带表哥去休息，其他事明天再说。刮风下雨二八将，爹你这把又输60文了。趁收拾，走走走走走。走吧。舅舅，那我先去休息了。啊。静儿，远哥哥做春梦了吧？还我！给我两银子，我就还给你。你个财迷！我告诉你爹啊，江南可采莲，莲叶何田田。鱼戏莲叶间，鱼戏莲叶东，鱼戏莲叶西，鱼戏莲叶南，鱼戏莲叶北。若问
生再相聚，叹人间一相逢难相识。那年是你随我寻觅这天地，也曾寥寥几笔，终将执念烙印在我心。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美人何荡漾，江上风月长，红汤别过往，白汤断思量，待妾消瘦金，鸳鸯共朝阳。元儿，发什么呆呢？舅舅，心法背一背给我听听。前宫开天门，对则统雄兵，艮山封鬼路，离岩驾火轮，坎水涌波涛，坤地留人行，武在中功力，八卦护我身。好，好。心法是很重要的，要时刻铭记于心呢。好，元儿谨记。舅舅觉得你天资聪慧，早晚会成为一位好大夫。现在科举恢复了，你这一走啊，也得好几年呢。是，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，父亲希望我先来处理这门婚事。嗯，也该定下来了。星云等了九年多了，不能再拖了。舅舅，其实我还没有准备好药。哎呀，这婚约本来是金儿的，可是他出生太晚，这个事你放心吧，有舅舅替你张罗。行了行了行了，什么都不用说，听舅舅的，啊。诸位先生好，啊，诸位先生好，好。哟，诸葛叔。今儿照顾我生意来了，这个小帅哥是您新招的药童。你这孩子别闹了，叔叔今日是为你的婚约而来的。啊，他就是紫檀园。你们见过了，元儿，赶快把你们俩那定亲的玉佩拿出来。舅舅，那个玉佩我掉了。虽然哥哥不会是把那块玉佩送给那位香帕姐姐了吧？你别在这里添乱。元儿，你怎么可以如此不重视这天赐的缘分呢？舅舅，这个缘分我不想要。你以为是缘分我就想要吗？啊，哎，小燕子。哦，小燕见过老夫人。怎么有两个小燕子啊？小燕子，你可有好长时间没到我这儿来了啊！最近有不少人都犯了热症，确实有点忙。哎，来来来，别站着说话了，咱们到里边坐着说啊！哎，来来来，过来过来，哎，过来过来。
老夫人，此番前来是为了元儿和行云的婚事，正好跟您商量一下。这个小伙子不错，我喜欢。我不喜欢。站住！行云啊，你带随缘到镇上去转转，尝试去约个会啥的。我跟老夫人还有事商量。叔叔，我们不约。东方姐姐多帅气啊！她是我们这儿最厉害的扶摇师，你为啥不喜欢她呀？我就是被她打下船的。你不喜欢就不喜欢吧，反正我挺喜欢的。袁哥哥，你等一下，我去买两份东西。老夫人，那星云这边就有劳您劝劝他。你放心好了，我呀一定办得妥妥当当的。那小燕就先回了。哎，不送了。爸爸是你胡啊？是啊，是你不了他的。你表哥呢？不知道跑哪去了。怎么不好好看着他？哎，船家，船家，给你打听一下。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江上的画舫船？没看到。我给你钱，你带我去找好不好？啊，这现在天已经黑了，东方姑娘说最近这江上不太安生，你要是着急的话，自己划船去吧，记得还回来。哦，好，谢谢啊。没事。蒹葭苍苍，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。回从之，当作结账。云州山下空空，寻着雨里烈火空，寻呼侠灵赵万江，一不小心得阳命。你赶紧放了江小姐，来得正好。你谁啊？我，你别过来，我就过来了，怎么的？我动手了，就凭你，别坏我好事，赶紧滚蛋！哎呦，哎，你还真敢打呀你！美人，我回来了。我说过，他不可以。江小姐，这画舫上混进了好多通缉犯，太危险了，快跟我走吧，快点！你要带我去哪里？你别过来啊！朝朝日月，朗朗乾坤，你们休得再做这种伤天害理之事！臭小子，拿什么跟我们斗？江小姐放心，小生就是拼了命，也会保护你的。
看你还往哪儿跑！好厉害的拳法！我什么时候变这么厉害了？江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奶奶，从小您就跟我说。我的意中人会是一个盖世英雄，他会带着我降妖伏魔，维护世间和平。我等了快十年了耶，怎么就等来这么晚呀？你说什么呢？给我跪下！时之一甲子，热毒频发，这不用我说，你也知道，很有可能是恒公鱼重现人间所为。东方氏和诸葛家联手扶摇，乃是天命。60年前，智勇无妖横攻于现世，为祸百姓，一片生灵涂炭。先祖东方啸与诸葛灿联手抗击。
未央，雪为印，无极无身，一劫封印。奈何恒古人妖力智力，两人不得不隐身结阵，才将他封印在这乌江之底。你们俩结合呀，那是天注定，最大的了。可是奶奶，您看的手无搏击之力嘛，怎么把我对付能割手？哎呦，你呀你呀，平常叫你多读书，你就是不听话，连伏妖心法你都念不全。哎，光有武力那是不行的。怎么不行啊？哎，神医经要是没有丢就好了。不过现在正好啊，让随缘教你读书吧。奶奶，我可是公开一枝花，让他教我，我怎么在这镇上混呢？还有曾经那些反复被我拒绝的少年郎，怎么看我？你说的那些少年郎现在可都是有三四五六七个娃了吧？啊，你看你都已经三十好几了吧，咱嫁个英俊美少年不吃亏哦，偷着乐吧，傻丫头。人家明明才二十五嘛。公子可是有心事？小生不是叫去金陵，今日一别，不知何时才能再与小姐相见。我想这手帕是该还给江小姐了。也是金陵人士，离家多年，正想回去看看。真的吗？嗯。那如若江小姐不嫌弃的话，不如与我同行。好啊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还怕你嫌弃我拖累你呢。那真是太好了。只是。只是什么？我看到告示牌便匆匆地跑来找你，公摊之事尚未解决，还得费些周折。你说的是不是跟这块落下的玉佩有关系啊？啊，我等你。其实江小姐，我现在心里只容得下你，这玉佩便是你的，江小姐放心吧，我明日便去把那事情处理妥当。别叫我江小姐了，叫我小鱼吧。好，小鱼。Thank you.
药，泄了这火气，应该就没什么大问题了。谢谢大夫。最近这热症怎么会如此严重？舅舅，怎么现在才回来啊？元儿有事想与你商量。啊，来来来。你放心，老太太答应会帮忙去劝劝行云，多等几天，这个婚事没有问题的。元儿是想退了这婚事，那怎么行啊？元儿已经有心上人了。东方丫头可是等了你快十年了，虽然她性子是比较烈，但是她是个好姑娘啊。元儿心想，旁人恐怕是已无容身之处。哎，罢了罢了，谁都有年少轻狂这么一遭，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跟行云说呢？元儿想现在就去。好，那你记住，即便是退亲，也千万不要伤了两家人的和气啊。嗯，元儿谨记。晶儿，快把童子尿拿过来。晶儿，得多久啊？哎，这孩子又跑到哪儿去了？欣欣姐姐，拿下去，跟着个夜壶干什么？我有个重大情报要提供给你。什么情报？三哥马上就要过来跟你提亲了。这瘟神想娶我，还得问我答不答应呢。什么重大情报？你别玩去。你看我没有功劳，有一点苦劳吧？看你喜事将近，不得。什么功劳苦劳？你这叫徒劳。我说我答应了。小财，买糖葫芦去吧。谢谢嫂子。哎，夜壶夜壶，夜壶。小钱阿坤，哎，这掌柜的，来了来了。嫂子，啊，现在立刻马上去告诉街坊们，今天那个诸葛家的后人要来跟我提亲了。啊啊！快快快！跑步前进！走！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，是他求的我。这就是那个想娶我们东方姑娘的勇士啊！什么勇士？就是这分明是壮士！说什么？壮士！掌柜的，你一会儿得进去啊，先拒绝他三次。呦呦呦！啊哈！来来来，没事没事。东方姑娘，小生之前多有得罪，今日来特意向你道歉。免了。另外，小生今日来是还有一事相求。还有何事啊？嗯，说来我听听。至于答应不答应呢，就看我心情了。若东方姑娘能答应的话，小生定当感激不尽。本来呢，我是肯定不会答应的，但是看在东方诸葛两家世代交情的份上，再加上你这一片诚心，倒是可以考虑考虑。坐说吧。我想。东方姑娘要嫁出去了。我要跟你解除婚约。从来只有我拒绝别人，你是哪头蒜啊？对不起啊，在遇到东方姐姐之前，小生已经有心上人了。这哪是壮士啊，这就是死士。难道你真的爱上那女妖了？什么妖不妖的，我就是喜欢小鱼。是人是妖不
重要，但是你善恶不分就是不行。这江上杀人取心的勾当还都是他做的。你怎么知道是他做的？我就是知道。你才是妖吧？我是妖，你有没有脑子？你妖好厉害，我来抢相公，妖魔鬼怪都变出来了。今日所求望东方姑娘可以成全，他日若小生能做之事，随缘绝不推辞。想得美。你想干嘛？你让我走。是不是因为我比你大所以才不喜欢我的？是又怎样？我才25哎，那老妖就得好几百岁了吧。我管你几岁，你让我走。你别走。你现在让你走那才是让你去送死。宝上抬走。这都包家一幕，南方北定火中央无极土西方更新金北方人被水土牢镇刺报。你给我老老实实在这待着，等我灭了那女妖再说。就再帮你最后一次。心法是很重要的，透明三界路，照彻九幽谷，无风天地蛇，踢破九幽门，阳明照我身，阴晴破鬼宫。捞起来的。有什么关系？说，今日江中所害，是不是都是你干的？
是又如何？不是又如何？若是，我必替天行道，除之而后快；若不是，为了这一方百姓，你也活不下去。替天行道，那些人皆是十恶不赦之徒，他们为非作歹的时候，怎么没看见你替天行道呢？你。好比这个书童吧，对自己主人见死不救。我本来想放了他，他却三番两次来我这儿行骗，我杀了他，不也是还他主人一个公道吗？我呸！听你胡扯！难道你所谓的正义，就是杀了我？就这样的人？小雨姑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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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这怎么了？王子，我被个恶女人所伤。恶女人？想不到她竟然如此不讲理。小月，小月。
是不是就是那个香帕姐姐？你爹呢？看病人太多，去了药店店上山采药去了。哦。止血降血，白起，死猪。舅舅，舅舅，小玉姑娘现在怎么样了？外伤是其次，严重的是内息紊乱，都是热毒侵袭，导致体内阴阳两气相冲。那现在该怎么办？跟外面那些病人有类似的问题，晶儿，你再去备点童子尿，给这位姑娘配药。爹，我真的尿不出来了，今天都尿多少回了？带你哥去尿。我怎么了？你不是童男了吗？不是我是。到底是不是？我是。这位姑娘，好好休息，药马上就好。我怎么在这儿啊？你在江上遇到了妖精，我把你给救了。没什么事了，你走吧。哦，那实在是有劳大姐了。你也管我叫大姐？我可是都江堰随府大公子，打我你可担待不起啊！随府大公子，那你也叫随缘吗？你怎么知道？我打的就是你！老大，你怎么也带了个人回来啊？是要跟他成亲吗？你俩也欠揍是吧？什么叫我也带了个人回来？随缘，白天也抱了一个姑娘，美貌如美貌还不及你万分之一的年轻姑娘。回来！对，居然敢把那女妖精给带回来！青云姐姐杀过来了。她不来，我也要去找她。那女妖呢？快把她交出来！你再这般侮辱小鱼，别怪我不客气。她就是条鱼啊！不信啊，把你这烧头。梁晨，少爷好。你怎么跟他在一块儿？因为你们主仆一心呢，都在那坊上啊，被那女妖迷了眼。告诉你家少爷，你在江上都遇见什么了？我什么都不知道啊。知道你是妖，但是万物皆有灵，只要你的内心善良，我自会一视同仁的。哼，这么好心啊，不如把你的心给我呀。哼，
舅舅，求你，舅舅，舅舅，舅舅，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。静儿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你不相信我吗？妖孽，替你舅舅报仇！白子，你还在犹豫什么？苏公子，难道你忘了曾经说过的话了吗？救命之恩，另当通报。赵小姐放心，小生就是拼了命，也会保护你的。少爷，我错了，我不该动歪心思，您责罚我吧。作恶，我就扒了你的皮涮火锅。东方小姐，别误会，我谪居吴家这么多年，从不曾作恶。我今天来，我来是有东西要给你。什么东西？这是当年你的祖辈大战横空于时遗落的经书残卷，被我寻得，现在交还给你。元阳镇的束缚怕是要散了，届时整个乌江都会沸腾。东方小姐，还是赶快通知大家撤离吧，这镇子不安全了。江蜀乃是火旺之乡，看来那妖兽他已经挣脱了封印了，以你之能怕是控制不住了。
说不定还有克敌之法。只可惜，不知道流落何方了。我再帮你开点药。事情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。你是指，这些病症也跟小玉有关？荒外有石虎。其中有恒宫女，形状如李儿木齿。我现在断定，那妖女就是恶兽恒宫女。我来之前查看了乌江水况，异象已现，我怕是敌不过她了。可是你不是已经重伤了她吗？往后看。恒宫女不可杀。你早做安排，好自为之。舅舅觉得你天资聪慧，早晚会成为一个好大夫。不要争吵，要齐心。这也要走山路啊？都这么大岁数了，哪还爬得动山呢？你呀，还是带着小钱和阿坤先走啊！不是您说什么呢？我就是背着您也得带您走啊！东方姐姐，可是也染了热毒？没有，别瞎猜。你告诉我，上哪儿可以找到恒宫玉？你这是送死，你知道吗？此事由我而起，就算是送死，也不能让大家蒙难。要找到他，也只能靠你。这什么意思啊？虽然你与那雨妖结了鸳鸯契，但是观联姨说，
现在只能确定他在西北、正北、东北这三个方位之一。想要更精确，需要一件与他有关的物件。那这个可以吗？你果然还粘着他，渣男！我留着他，是为了提醒自己不要忘记曾经犯下的错。这现实，这是鸳鸯记。青梅，这是我母亲早年游历江湖所寻得的残卷，与你那本正好是同册。你看这后面的记载。横公于不可杀，为家青梅，其气乃灭。你看书快，把经书里的法咒都背下来。嗯，好。这个法器给你，留着防身。你不必。你忘了吗？这是天命。为什么要在我昏迷的时候出来杀人？我想尽快恢复修为，赴你自由。可那是岁元的舅舅，我们明明说好了。你只能杀坏人。哼，我说他是坏人，他就是坏人。吃了诸葛爷的心，我已经可以脱离你而存在了。只需到达鸳鸯镇，解除灵缚，你便可得自由。如今江水升温，民不聊生，都是你做的好事。我知道很难让你们相信，但杀人的事情真的都不是我做的。你以为我们还会相信你吗？一路寻我扣魂山，天地轮回皆出关，二步根山传鬼邪，有一个关皆出剑。白色精灵玉佩在路上割掉了一块，你还想骗人？只有此事。若八年前他在都江堰的话，那小玉就不可能是恒公鱼。小玉，
小云，小云，四公子，那他现在在哪儿？小云，之前他只能依附在我体内，现在已能脱离我，自我幻化成形了。四公子，小云。小云，你怎么了？小云，江小鱼，我得好好感谢你，要不是你，我不知道还得困在这江底多少年呢。你不仅骗我为你杀人，还控制我欺骗随缘不杀你，当真无耻至极。骗他，浪费了你的妖灵，多可惜呀！小云，四公子，不好！他要在阴阳交合之时，吞噬江小鱼的妖灵，冲破封印。我来牵线，你去救他，千万不要让恒共鱼得逞。那你要小心。曾祖父东方啸，当年我与灿兄合力以鸳鸯阵封印住恒空云，如今他吞噬人心脑，集天地间力气冲破结界，危害天下。小心！Yeah.
能毁了我的灵体。小女子姓江，名小鱼。
那如果江小姐不嫌弃的话，不如与我同行。好啊，以后别叫我江小姐了，叫我小鱼吧。四公子，小鱼不能陪你去祁连了。几时岁月，几时相许，凡尘里月落无啼。我只因在流年之前缓缓落地，在心上刻着你。清风起，清风肩上一颗雨滴，故事里断断续你。若问情，此情百转缘不知所起，这相思可会来生再相聚。相逢难相惜，那年是你随我寻觅。承蒙星云姐姐照顾，我即日启程去往纪念，玉佩留下，我一切安好。曾寥寥几笔，终将执念烙印在我心。